当时啊，他确实是出于爱国爱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最后两步踉踉跄跄，连鞋子都掉了，赤着脚走完人生最后几步路。这件事对关陆的打击很大，几乎就把关陆啊弄得身败名裂。英音她作为一个杰出的女性，那种侠骨柔肠，那种一人担当的精神，成双成对，好像就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川岛芳子确确实实是个谍战高手。表面上风风光光，实际上孤苦无依。如果只有情爱没有爱情的美女，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1982年的12月5号是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北京城内的一间只有10平米的小屋里，一位疾病缠身、孤独寂寞的老妇人，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个小药瓶，把瓶子里面所有的药片倒入口中，昏沉睡去，之后再也没有醒来。这个逝去的老人年轻的时候呢，做过整容手术，被苏青讽刺为是人造美女。她是和张爱玲齐名的才女，电影《十字街头》里那个脍炙人口的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就是来自于她的手笔。她呢还是一位女特工，她曾经深入虎穴策反汪精卫政府的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在文革期间她被打成了汉奸，在监狱两进两出，几近崩溃。她的名字叫关陆。难的我难穿过了大街都小巷，为了吃了为了穿到越多。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已经成为一代经典，主题曲《春天里》同样脍炙人口，至今还在流传不息。但很少有人知道，《春天里》的作词者是30年代上海滩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关陆。关陆原名胡寿梅，1907年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的一个诗书之家。关陆童年时代家境其实还是很不错的，他父亲呢是前厅的举人，做过官，但他父亲呢在关陆8岁的时候就死了。他母亲徐秀凤呢也是一位了不起的知识女性。怎么能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徐秀凤当时做过张百熙家里的一个教师。张百熙呢，这可是当时的大学问家，而且是做过教育大臣，因此呢能给教育大臣他们家里当家教，可以想见关陆母亲的学问呢应该是非常大的，而且是在当时的女性当中也属于这个人中龙凤了。遗憾的是，在关陆15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从此呢，他就只能够寄人篱下，此后漂泊一生。1932年，关陆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这位与张爱玲、苏青、丁玲一起并称为上海滩四大才女的作家，一生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更以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的诗句被誉为民族之妻。然而关陆的人生并非坦途，始终在才女、汉奸、特工的身份中纠结不清，给他带来巨大的困扰，至死方休。在左联期间，他参与编辑了新诗歌这个刊物，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正是在这段时间呢创作的，并且呢经过音乐家贺立群的谱曲广泛流传。在1939年的时候，经过努力奋斗啊，关陆已经在文化圈相当有名气了，他的小说写得很好，诗歌写得也很好，等于说得到了文化界的一个广泛的认可。正当关陆的发展正处于上升轨迹的时候，他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1个月后，他摇身一变，
成为了汪伪政府上海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的座上宾。这一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呢？1939年秋后的一天，刘少文秘密约见关洛，他给关洛一个条子，看了一份电报，电报要他马上到香港去找小廖，小廖就是廖承志，电报的署名就是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南方局要关洛去找廖承志干什么呢？电报并没有任何提示，关洛也不能多问，只能服从。在香港，关洛见到了两位接头人，其中一位正是廖承志，另一位则是专门从延安赶来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叶剑英署名的这份电报，潘汉年舍近求远到香港布置这份工作。从布置任务的这个人物身份来看，关洛所领受的这个任务是非常重大的，机密级别也相当高。潘汉年开门见山的跟关洛说，这次呢是要求他接近上海滩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原来自从1937年813淞沪会战国军失利之后，上海沦陷，上海的进步文化人纷纷撤离上海，或向大后方转移，或奔赴抗战前线工作。当时活跃在上海的有四股间谍势力，一股是日本人的五大系统，陆军、海军、宪兵、外务省和满铁，另一股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军统和中统。军统头子是戴笠，中统头子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第三股就是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其中的潘汉年系统是很重要的特工组织。但当时最嚣张的力量是汪精卫手下的76号特工总部，他因位于吉斯菲尔路76号而著名，主管76号的正是著名特务李士群。李士群这个人呢，他的经历比较复杂，早年他加入过共产党，后来被捕了，又加入了国民党，后来呢又从国民党内出走，投到了汪精卫的怀抱，成了76号特工总部的第二号人物。李士群这个人物呢很特别，他既镇压国民党也镇压共产党，所以国民党的军统特别痛恨他，他破坏了很多军统的组织。共产党呢看到了这一点，一直在寻找机会想策反这个李士群来为我方服务。艰巨性可想而知，76号特工总部自成立开始呢就臭名昭著，被称为是杀人魔窟。在1939年到1943年不足4年的时间里面，76号制造了3000多起血案。李士群这个人呢更不是等闲之辈，76号在他的主持之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这个中统、军统的组织呢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些都是现实当中的困难，关洛倒是没有怕，反而有一丝丝兴奋。深入虎穴的革命故事经常在生活里上演，比如说他非常崇拜的女作家丁玲曾经被国民党囚禁，后来呢成功的逃离了。关洛还对丁玲表示过自己的这个钦佩之情，所以这一次在潘汉年和廖承志面前呢，关洛坦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只是他不知道这个任务将会彻底的改变他的人生。
接受任务的关禄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又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便恳请组织上对他今后的工作再做些指示。潘汉年说，千万要注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以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用辩护，一辩护就糟了。关禄回答，我不辩护就是了。一个星期后，关禄回到了上海，但是该以什么样的理由接近李士群最自然呢？关禄和这个大特务李士群啊，两个人还是真有渊源。因为当年李士群还是共产党员的时候啊，被国民党抓捕过嘛，当时他老婆正怀孕，关禄的妹妹呢也是共产党员，你看在同事份上又都是党员同志，当时呢他就心生怜悯，安置和关照李士群的老婆。这件事之后呢，李士群呢他一直对关禄的妹妹存有感激之情。因为妹妹的关系，加上关禄自己在沪上的文化圈也是一个名人，李士群呢也多次的邀请关禄做自己的英文秘书，但是呢都被关禄给拒绝了。这一次呢，关禄要接近李士群的话，就需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李士群是老奸巨猾之人，他并非对关禄的身份没有怀疑，但作为一个在时代浪潮中左右摇摆的人，他也想为自己留条后路。所以李士群通过关禄这条线，有意无意地传递过不少国民党和日军方面的情报资料。1943年，李士群被日本特高课毒杀。特别是李士群死之后，关禄当时以为自己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呢马上又有一个新的任务接踵而来，而恰恰就是这个任务几乎就把关禄啊弄得身败名裂。组织上新的任务很快下来，告诉关禄不能离开上海，而新派他到一家叫女生的杂志去工作。女生是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刊物，每期打头的文章都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言论。女生的社长呢叫佐藤俊子，他是受过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一个共产党日本共产党的这么一个成员，应该说他有一定的进步思想。这个当时他正想找一个编辑，所以共产党我们这一方就想派关禄进去，通过关禄来接触日本共产党，来收集日本一些对我们有价值的情报。关禄当时在女生杂志社实际上是一点都不开心，我们大伙儿想一想当时他的处境，既不能让这个汉奸言论频繁出现，又不能触犯呢日本官方的这个禁忌，因为如果触犯日本的禁忌，他就暴露自己了。因此他当时呢只能就多编一些自己完全没有兴趣的风花雪月之类的那种小文人无病呻吟的文章。关禄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作家，当时他干这种编辑的事情啊，实际上呢完全违背他自己的心愿，就等于是完全是垃圾性的文字工作，对他来讲呢确确实实是一件苦差事。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开所谓第二届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这是日本当局拉拢和利用殖民地文学界的一项重要活动。日本本土以外的参加者大多是由日方人士推荐才被邀请的，关禄参加了这次大会，也意味着他又一次在世人面前公开亮出了汉奸文人的身份。关禄去日本参加文学大会的照片啊被登载了当时的报纸上，许多人就唾骂他是个汉奸，无耻的女汉奸，而且还有报纸上呢就公然就这样指责他，关禄荣膺代表之仪，绝无廉耻的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他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在左联那边呢，关禄的名声呢更是臭不可闻。其实参加那次会议的女作家啊，不仅仅是关禄一个，
大名鼎鼎的张爱玲、苏青也参加，而且当时这三个女作家呢还一起照了合影。但对于当时这个左联作家这些人来讲，张爱玲啊、苏青啊，这两个人女作家一直他们都非常不能说痛恨吧，就非常不喜欢，就一直认为呢这两个人都是亲日派。因此一看到照片上关禄和他们两个人站在一起，那么舆论的声浪呢一时间就更扑面而来，就说这关禄和张爱玲、苏青一样，都是些这个亲日的这种汉奸女作家。关禄呢和这个李士群一起这个出入的时候很有威仪啊，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给他们做示威，大家看到以后呢就很不舒服。其实已经是受到了路人的侧目，再加上关禄加入女生，那么又出席了这个日本人召开的会议，所以对于关禄来说就更难洗白他的名声了。这是关禄渐渐陷入苦闷彷徨的时期，无人理解，有苦难言，不能辩白。他试图用写作慢慢地抵消外界的误解，但是他不能像在左联时一样写自己喜爱的诗歌，写充满火一样热情的字句。他的文学包括整个生活都陷入了低潮。苦闷的关禄始终没有放弃离开上海转移到根据地的打算。1943年的秋天，他给在重庆的妹妹胡秀凤写信，用暗语表示他想去根据地这样一个愿望。信上说，非常想念母亲，舅舅让我们去看望母亲，不知道母亲意见如何。妹妹当即把关禄的心愿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邓颖超汇报。不久呢，邓颖超就让人转告妹妹说，延安已经和上海地下党联系过了，上海仍然要关禄留在那儿工作。妹妹胡秀凤只好给他回信说，母亲不要你来，希望你留在上海照顾弟妹。关禄想直接通过上层关系调离上海，结果上面呢仍是尊重了上海地下党的意见，关禄去根据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孤雁掉了队，还可以哀鸣召唤同伴，但是关禄不可以。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了，紧接着承办汉奸问题很快提上了历史的日程。其实从1939年秋天开始，汉奸文人帽子客观上已经扣到了关禄的头上，更对他不利的是，逮捕和承办汉奸的权柄是掌握在国民党接收大员手中，倘若他们得知关禄的真实政治身份，就更会借题做文章而对他毫不手软。就在这种情况下，关禄找到他的领导吴成芳，向他提出他要到解放区去。但当时吴成芳没有同意，因为关禄在当时呢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国民党政府呢是不会抓的。幸亏当时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呢对此表示极大的关注，请下野具体安排，将关禄呢迅速地转移到了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从而避免了国民党对关禄的迫害。关禄原以为只要到了解放区，到了自己的家里，一切就都会成为过去，他在精神上的压力就会消失。然而他想得太简单了，他没有料到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之后会使他遇到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麻烦、误解、怀疑、委屈，并且还要继续付出代价。有一次关禄呢新作了一首诗，希望能在新华日报的这个副刊发表，但当时他却被告知你的诗可以发表，
但不能用关禄这个名字。当时关禄也愣了，为什么我自己做的诗你不能用关禄的名字呢？为什么不能用关禄呢？给出的理由就是关禄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汉奸文人，所以新华日报不能出现这个名字，这件事对关禄的打击很大。委屈和误解继续在加深，在这段时间里，最使关禄感到痛苦的是他在个人感情生活中所遇到的一次挫折。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女性，对爱情与婚姻一向抱有理想主义色彩。还在中央大学念书时，她初恋的男友就曾经给过她以热烈的爱，她也以同样的热情回报了他。关禄的婚姻生活呀，也是比较坎坷。她在这之前有过一次婚姻，也留过两个孩子，但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婚姻失败了。他到了后方，到了解放区之后，认识了一位老朋友，或者说重逢了一位老朋友，这就是王炳南，一场新的爱情开始了。王炳南这个人啊，实际上也是鼎鼎大名，是这个中共杰出的外交家，而且是周恩来总理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根据张学良的回忆录呢，西安事变，王炳南就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可是这个关禄和王炳南的爱情啊，却是一首不折不扣的这个悲剧。抗战爆发前，关禄在上海就和王炳南相识相知。那时王炳南和他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住在一所独立的小楼房内，关禄呢，和他们是相处得很好的房客。那么抗战胜利以后呢，因为复杂的政治原因，王炳南夫妇最后分手了。那么1946年春，王炳南随着周恩来的中国代表团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关禄取得了联系，两人互通了信件，一段时间以后呢，彼此就互生情愫，萌生了爱意。解放后，王炳南本来想迎娶自己等了10年的女人，可是组织上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关禄做特工的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王炳南做的是外交工作，他们的结合会让人们存有异议。王炳南呢，当时就给关禄写了一封信，把组织的这个意见呢，也是委婉地转达给了关禄。关禄多聪明的人啊，一下子就是读之心思。10多年前啊，他和王炳南互相增过照片。当时王炳南呢，在这个照片上呢，还写过一句话：“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我们想一想，这句话在关禄当时最孤独的时候呢，给予他心灵的极大的温暖，极大的安慰。没想到呢，到头来这一切呢，还是一场空。诗人气质浓烈，本就在工作中已经屡受创伤的关禄，在接到王炳南的切断情丝的信件之后，再也坚持不住了。这是他的第三场爱情，由于寄托的感情太深，希望太大，当失望到来的时候，关禄精神出现了分裂。此后他在个人感情生活中再无波澜，心如枯井。对关禄来说，解放之后的情形并没有好转，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暴把这个已经脆弱神经质的女性摔打得支离破碎。1958年初，组织上决定让关禄退职休养，关禄感到极大的委屈，但这既是组织决定，他也就无力抗争，只有服从，他永远都只能服从。他办了退职手续，从此成了革命队伍中多余的人。多年的迫害彻底整垮了关禄的身体，生理的病苦一直折磨着他，精神上的孤苦更使他难以承受。一个人长年累月躺在病床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可以依托和抚慰。1982年的冬天，
关禄以服药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陪伴他的只有一个塑料娃娃。关禄告别人世的时候，身边唯一的陪伴只是一只塑料娃娃，他留下了一个信封，封面上写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信封里装着王炳南年轻的时候送给他的照片，背面呢是王炳南写的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在这行字的下面，关禄加上了一句诗：一场幽梦同谁尽，千古情人我独痴。一个偷偷生活的女子，现在又以悄悄的方式死去。纵观关禄的一生，最精彩的一段应该就是上海沦陷时期，但是他一生的苦痛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写作成就了他的才女名声，地下工作呢成就了他作为志士的壮烈。可是让人唏嘘的是，作为女人，关禄在革命当中处于什么位置，她从不曾分享胜利的果实。她从黑暗出发，却永远抵达不到光明，这就是她的悲剧，可能也是那个时代众多悲剧中的一种吧。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见。接着为您播出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特约之腾飞中国。